香呢，吃两只都没有问题。吃新鲜香蕉还不够，小英手上变出一包乖乖。因为我吃了几颗，味道真的很好。现在我在卖。更厉害的在后面。全台湾最特别的乖乖，小英用力抱着看，这包不止比正常版乖乖大上一倍，还不是有钱就买得到，老牌乖乖公司特别做的小英版。看看最初打版设计图，选了小英穿牛仔裤的轻便装扮，配上一大堆满满的 Q 版黄色香蕉。小英乖乖全世界仅此一包，多的没有了。想尝鲜香蕉乖乖的，主打这款封面主角是它，独家的口味，香蕉口味。那现在为大家做试吃。高雄新农郭泰成自己种的香蕉当乖乖原料，就连农夫本人都变成乖乖封面男主角。满满的香蕉味，浓浓香蕉味，卡滋卡滋，又香又脆。当初透过市府跟乖乖公司媒合，让行农辛苦种出来的香蕉，一年可以增加20吨的销量。但小英心心念念是不要被骗。经过大家努力以后，我们这个香蕉的价格其实是已经恢复了哈。那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在很多的假新闻啊，或者是不正确的消息老是这样子在流传。卖香蕉连乖乖都跳下来帮忙，最夯的这一款岐山限定，要买要快。三立新闻方博峰全家文综合报道。